讲话，他在旁边一直陪着他，陪着他。我要考证一下，忘记了。啊？要考究，忘记了。考证一下。老师也是不说话的人，我觉得这个版本一定是师母说出来跟老师说出来版本是不一样，不是很吻合这样。没有，这是我自己说的。这样就好了吗？